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那边，你看看他们有没有感应到，有没有时间跳出来？现在感应到九辆车的感应器，比赛持续四十分钟，比赛将持续四十分钟。感应到十辆赛车的感应器，一分钟，目前头车第一拳田敏，二车刘慧东，三车陈志宏，他车主上升到第三位。头车依然是田敏，白色车壳，白色轮圈，黄色尾翼的是头车，白色车壳，